啊，内心纯净，内心不纯不净，就不能开悟。啊，纯是纯一，不杂，不乱；净是清净，没有染污，他才会开悟。悟了之后啊，他处事待人，决定是仪态温和，得乎中。而行于外，表里一如。啊，内有智慧的心，外面表现的，决定是像孔子那样的温良恭俭让。啊，中国古人说，沉于中则行于外。啊，这里说，得乎中而行于外。这个中是中道，中正之道。啊，表里一如。从仪态知道你有德行，有学问，有修养，有智慧，啊，里面没有，说是装作这个样子，装不出来的。啊，装的时间呢，不会长久。破绽呢，会露出来。一定要从真实心中做。啊，大乘教里佛常说，一切法从真实心中做。没有私心的，没有自我。